谢你的祝福。谢谢赖可萱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薛冠军带来的歌曲是《心情歌》喽。谢谢冠军，两位都好可爱。来听听看老师怎么讲评呢？有请詹雅文老师。可萱老师好，你很棒哎。
你这样子可爱就对啦，哦，适合你的年龄，然后呢，小小的舞步，然后很可爱的展现你这个年龄层会当展现的，诶，那种古锥可爱，我感觉这个很棒啊，因为呢，你的歌声比较成熟，所以你唱可爱的歌曲，哎，那个感觉就能够平均分配。搭配起来就觉得哎不错啊，很好，你现在展现真的很不错，你的整个舞蹈的尝试又没有说跳得非常 的用力啊，或是很多招式啊，没这么多酷势，可是却有你可爱的那个年龄在，我觉得很棒哦。谢谢老师，真的很棒。来，那个冠军老师好，你这首歌曲呢很适合你唱，但是我有小小的意见，在那个上尾免拍摄，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。春鼓只剩下鼓点，鼓点的时候，拍鼓的老师的时候，你的声音是绝对要跟鼓点老师配合的很好的。那鼓点都比你的歌声较大声，你怎么会在这个没有音乐的空间里面，把你的歌声变得更小？你有没有什么理由？就是我想说，跟着音乐一起分层次。哦，所以你认为说，干那过年说怪声音，免拍谁大声来唱歌，不用那么大声，等到用的细细声，大声来唱歌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后面再渐强。后面再渐强、嗯。哦，你有你的想法，哦、嗯、，OK， 有想法很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乐见的。你一定要有家己的想法，但老师会给你建议，是因为迄个时阵已经拢无音乐。的东西没有旋律，只有鼓跟力而已，所以你必须要跟鼓配合平衡，你不能鼓大声，你很小声，那个感觉会不搭，你知道吗、嗯、所以你用的靠曲式的，现在就跟鼓点一样，大声来唱歌，大、欸、你可以很大，不是很大声，而是跟鼓点跟鼓的声音能够平衡，而不要忽然间哆下来唱歌，哆下来那个显现的你弱掉了，知道不？吼，刚才差几家呢，我故事歌足好听，很棒，哈，两位都很棒。嗯，谢谢老师。接着有请许常德老师讲评。冠军老师好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最后你那个设计啊，我的看法跟张扬文老师是不一样的，反而那个时候呢，我有。哎，仔细要来听听你怎么唱那一段，因为其实那一段其实怎么唱都可以，因为就是个人秀，啊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表现出来，用你的方式，你只要能传达完整的概念给我们，我们就会被你打动啊！我觉得我有被你打动。接着有请洪山亮老师讲评啊，可炫老师好，哇，你真的是有一个超灵的声音呢，然后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哈。你唱得非常的就是很有感觉，然后你有那种少女的口气，虽然你才11岁哈，可是我听这个唱歌的自然啊，然后整个对歌词的那些小小细节啊，都觉得好像一个20岁的女生在唱歌一样。好，那所以我觉得你唱歌真的是很有天分的。好，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还搭配了一些很可爱的舞蹈，我觉得整体的表演都蛮好的。那但是老师想要给你的一个建议，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你的笑容啊，好，很多人说你笑起来很可爱啊，那你如果可以把这个优点多放在你的表演里面，是不是会更加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尤其是这首歌唱起来，如果说总共动作演完的波贝哈，那像这些比较有气氛的话，我觉得你搭配一些你的比较多微笑的表情，那这首歌一定会更高分。好，我等一下讲建议。謝謝